落地一杀。落地都两杀了，这局外圈不得起飞喽？应该是物资比较牛逼吧，现在拿物资吧。把料打满。没声了，安静起来了吗？我去，给我杀了呀，兄弟们！三级啊！拿喷子不？拿不拿喷子嘞？拿喷子吧。上把就是没有喷子，近战才出了问题。说实话，近战的话，第一波打那个人的时候太伤了，费了很多血，才导致我后边就没打过。喷子的话，打人就可以不费血。啊！救！